30包，清理一下手机屏幕。先拿我们这个湿纸巾来把屏幕的表面的脏污去掉，然后撕开我们的2包干巴的，把屏幕的那个酒精擦拭干净。好，可以来贴我们的水泥膜来了。首先，我们把膜从袋子拿出来，撕开我们的一号标签，注意看。然后对准孔位，刮卡刮平。